瓜这个是母花，你看下面有小兰瓜，啊，公花哈，下面没有小兰花，没有小兰瓜。然后那个人工授粉就是用那个公花呢，你看这个花瓣摘掉，然后这个柱头去碰那个母花的柱头，还有那个蜜蜂也会做人工授粉，授粉好了以后把它包好，避免那个蜂来蛰坏掉。那附近的那个，哦，那个叶子也摘一些了，还有附近的旁边的那个花苞也摘掉了，最后那个心呢，啊，最后那个尾端那个也要摘掉，避免那个消耗营养。好，你看摘掉，然后那个叶子啊，叶子也摘掉。哦，你看要生长出去的那个心呢，啊，尾端呢，把它摘掉。这样可以避免那个营养被消耗掉，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看到小旁边的小花苞啊？或者小花苞啊？哈，甚至那个有小南瓜的嘞。哦，你看都把它摘掉了，然后包好，用袋子把它包好，避免那个哦，避免那个一种蜂来蛰。避免被那个动物蛰，那虫来蛰了，被蜂来蛰了，螃蟹顶啊，避免被那个螃蟹顶。然后也有可以盖草啊，没有网包也可以盖草，盖这些干草，盖一些干草盖上去，盖到避免那个虫来，避免那个蜂来蛰了。